今天要介绍就是我觉得最最特别的吃的，也是我最喜欢的肯德基。等一下介绍你看为什么我给他这么高的评价。OK， 然后我有 got my drink， 我的饮料。今天介绍的是这个牛二良鸡翅，这个台湾就没有，超好吃，一对九块钱的也是。40多块钱一对，很便宜。然后硬棒，因为我等下很想吃85度C 的面包。然后饮料，绿茶优多，就是多多绿茶。好了，现在来尝尝看。第一个来吃吃看玉米棒，怎么绑得这么紧？在这吃完喜欢戴手套比较方便一点，这么紧，太尴尬。哇，打开了，热腾腾的玉米棒，这是口感。嗯，还挺多人，很软，然后它就用 cheese 在上面，牛油在上面，嗯，好吃。这样看比较清楚一点。嗯，玉米粒很软，然后吃起来很多汁，挺不错的选择。来这肯德基也便宜。再来，今天重头戏，奥良鸡腿，它是一对，喉咙最近很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我点比较少一点。这样看到我吗？还是我再调上去一点？OK， 不好意思，暂停一下，因为我把镜头往上一点，试试看。这么多汁，台湾肯德基麻烦引进这些，你都会红的。它的肉很细嫩多汁，又不会干，然后不会太咸，然后也一点点不会很辣。在这边，肯德基比麦当劳还要多，还要多。很吵，您这里的文化水准还没有这么的高一点，我也是有文化之一。我也是看过人让小孩子拿着小婴儿，然后还在商场的马桶上，商场的垃圾桶上大号小号，直接上给你看，很夸张。在这里，金拱门没有这个肯德基受欢迎，然后没有肯德基这么多家，我想这就是原因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肯德基啊，对啊。嗯，好吃。真不错，我先享用我的午餐了，等一下见。嘿，忘了，刚才想到，忘了跟大家开箱这个，类似开箱啦，就品尝这个
这个饮料，它15块钱，好贵，15块钱呢，快60块，差不多快60块台币了。然后这是这家公司，然后里面有一些，有一些果冻，我是点绿茶的，但是它里面正常都会有。然后它的颜色跟台湾的差不多。喝起来，哎，对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只加菲猫？挺可爱，这是他们这个月的主题。喝起来，就是很，我们一点半糖，不好意思口误，一点半糖，但还是这么的甜。这里就说打死麦糖了，就是麦糖很赚，因为它哇，这个糖加那个糖都是很可怕的。这里平常都习惯喝正常，跟台湾不一样，台湾比较挑一点，这都是给我正常就好，全部都正常，就他们连听都不想要听，他们想要饮料。这个喝起来就正常的，喝起来倒没有清新这么好喝，但是喝得出是绿茶跟养乐多的混合，养乐多比较重一点味道，然后。看一下果冻，自己还脆脆的，没什么特别。其实不想开箱给大家看，但是就是我不推荐来这买饮料，因为又贵又普通，和便利商店都差不多可以。只不过想让大家看看这里的饮料喝起来怎么样，长怎么样。我平时是不会买这个饮料，因为我觉得太甜了。然后，不然如果叫它不要太多糖、微糖那种，就喝起来根本就没有东西。对啊，所以大家有机会来可以来试试看，肯德基很推荐的、啊。对啊，等一下我要去再去逛逛咯，再拍给大家看。Alright， 嘿，大家出来逛逛，那是 Starbucks， 这里我带大家出去走走，看看。因为其实温达很大，所以我平常来这就是拿个食物，然后就走了。在户外街道上，然后，哎呦，谢，特别的装潢。今天就算好了，因为这平常正常雾茫茫的。然后这个标志是什么？我来看看。然后，耶，这个后海就是说后街这个地方了。然后那些都是小区建筑，这流行那种社区的一户一户的那种公寓式的，很棒的风景嘛。那外面是商业街，挺不错的。大家看看取景，看看。Shit, let me go up a little bit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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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 down.然后这是这个海，然后台湾的豆花来讲，然后剪头发的，中间有座桥，这是一个造景。每一家是这里的连锁的便利商店。台湾的，还是台湾的。我只带大家走一小圈，因为毕竟时间有限。然后对面是没什么东西，就是一些其实不是有很有名的东西，我不会介绍，不想让我的 vlog 太长。猫的咖啡店。然后
这个造型。对啊，好，那我现在就去那个，我现在就去买我的面包了。OK。Alright， 这是中庭，现在去我喜欢吃的面包店。买个面包 ，then I'll go back though。这个是运动街。这里的运动店应该都是真的，361。台湾看不到牌子，安踏。那个是 My Man， Klay Thompson， NBA 的勇士队的，可惜他被安踏牵走，不然他有机会来台湾逛逛的说，亏他这么有名。Nike， Adidas， 这是我喜欢吃的面包，85°C。OK， right here， 先进去买一买面包。面包的种类 ，Alright，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楚 ？OK， 那我先买面包咯。为什么要以这个为 ending？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张牌是挺好看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已经买完面包，刚坐车回家了。为什么我不开车呢？很多人都有这疑问，因为有关注我的朋友知道我有开台不错的车子，但是由于这里的交通实在太不好了，而且停车位很难找，还不如搭车比较快。我搭建车从我家才7块钱人民币，等于是将近35块，很便宜啊，跟公车一样。所以说开车有必要时再开哦。然后我买了这个菠萝面包，85°C 的菠萝面包，菠萝可颂。对啊，菠萝面包就不用多介绍了吧，其实吃起来是跟台湾一样的。对啊，那好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谢谢你们。我有时候我很多美国朋友问我说怎么不说英文的，但是由于我朋友很多也是台湾人，我怕他们听不懂英文，所以我没有说。但是有机会啊，我会说。那好，那谢谢各位 ，Thank you for your watching. If you like it, just hit my fan page, Just Ryan Lai. Just hit the like button. And what else do I have to say? Subscribe my channel, and then share with your friend. 谢谢各位支持，那我们下次见了 ，See ya. Bye bye.